享就是音乐，也许这是一个缘分吧。然后他在追求我，是他让我又找回人生的那种快乐，是我又有了激情。我妈不同意，感觉挺不适合的，因为我是唱地铁的，说不好听话就是卖唱的，其实我们不是卖唱的，我们是为了理想而奋斗。就在这个时间里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在地铁里唱歌，然后我去收钱，说不好听的就跟要饭的一样。我的梦想就是把我的原创歌曲唱给所有人听，不管是在地铁上还是在大的舞台上。而他的梦想就是让我放下吉他，放下音乐，跟他回老家去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我真的做不到，只有音乐才能让我感受到那份解脱。把心里那些所有的压抑呀、一些东西全都解脱。自那以后我才爱上音乐。咱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你可以为我放弃一切，但是现在呢，我想只是想让你跟我回家平平淡淡的过日子，为什么就不能呢？平平淡淡的日子是可以过，但是你要知道我是有个理想有梦想的人。理想能当饭吃吗？每天遇到好几千人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眼光都有，什么样的都有，说什么的都有，还有很烦你那种，然后还会经常的被别人说骂。小夏，我看你在那个小片里面说到曾经有放弃生命的念头，是吧？是的。是爱人家骗了吗？我挺生气的，你知道吗？完了，我就想起我的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起我的过去，在北京闯这么多年，受了这么多苦，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难受。然后我就想了，去到山里边，我去自杀算了。我们家穷了三代，就从我这代开始，我想改变我所有的家庭的环境。我现在有一点点的成绩了。你挣到一分钱了吗？钱，你奋斗钱，你先告诉大家。如果你要不努力奋斗的话，你上哪来有钱呢？你让我还要等你几年？你就奋斗了很多年了。单伯言，从一上台，他开始讲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音乐，而眼前的那个女孩，似乎跟他没有关系。一个女孩子，陪着自己的男朋友在地铁里面卖唱，每天接触成千上万的路人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和要饭的没什么两样。这种对于梦想的执着的追求，我非常的钦佩。但是小善，因为自己的梦想而伤害深爱自己的人，这只能说你非常自私。单伯言曾经自杀过，说实话，对于他的遭遇我很心痛。他的一句我家已经穷了三代了，我们深深地能感受到他为什么会如此的执着，甚至固执和偏执。他就想用自己所擅长的、唯一擅长的音乐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